娘娘，这古人说的娇而不艳，媚而不俗，颔首有温柔，低眉含娇羞的美人就是您了吧？胡说，把这里收拾了吧，这几天劳烦你们。您说的哪里话，能伺候太子妃娘娘是奴婢们的荣幸呢，怎么会嫌劳烦呢？娘娘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慕云奇密室墙上的那个图案，这到底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叫鬼兵的组织，为首的人称老鬼兵，他们利用收买人心、罔至党羽的手段，企图来颠覆朝廷、亡我北辰，让天下大乱、民不聊生。令伯父的死，除了父皇，也与他们有关。我天，那为什么不铲除他们呢？谈何容易，老鬼兵神出鬼没，诡计多端。他的鬼兵早已遍布四处，如果连慕云奇都在其中的话，更不要说朝廷中有多少是他的人了。这些年我一直暗中调查，却一无所获，但有一个人先我一步掌握了所有鬼兵的名单。那个人是我爹。林伯父作为三朝元老，知道的远比我多，老鬼兵忌惮那份名单会毁了他，又深知父皇早已对林家心生猜忌，所以才利用慕云奇。云哥，嫁给我吧，我真的不想再失去你。等大婚办完，我陪你去找那份名单，完成凌伯父的遗愿，为凌家沉冤昭雪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太子了。你就是太子妃了。你笑什么？像个傻子！别闹了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快放我下来！反正是我结婚，我想怎么闹就怎么闹。灵儿，我真高兴。雪漫，老臣拜见陛下。你是何人？竟敢耽误本宫吉时？陛下，老臣并非有意叨扰殿下吉时，只是老臣担心太子殿下受小人所蒙骗，引狼入室啊。你是哪个神部的？竟敢在此献口雌黄！来人呐，给朕把她拿下！陛下，这个女人的真实身份其实就是罪臣凌天明之后凌云歌。随便指一张脸，就说是。
你的意思是，如果他是凌云哥，陈相一定参与其中了喽？敢问阁下，您是小说演绎读多了吧？换脸这种事儿，可正慌的。太子殿下不会不知道医圣的易容术吧？大家都知道，凌云哥久经沙场，现在还在牢中受罪服刑，身上定有不少的伤口。左丞相乃一介文官，对打杀之事甚是厌恶，定不会让千金行此种之事。许姑娘，不妨给大家看一看，也好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你若是再胡言乱语，本宫不借用你的血来添天喜。太子殿下，太仆之事还没忘了吧？要不要我把太子殿下做的事也和陛下禀报一番呢？你是何人？此事事关重大，来人呐，给他验身。不必了，我就是凌云哥。灵儿，我就是凌云哥，我确实托医生换了脸，左丞家中也确有一位小姐住在境外，我把她杀了，取了他的脸，我步步为营，就是要嫁给太子殿下，然后让整个天下给我凌家陪葬。放肆！灵儿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不是这样的。我凌家几代忠良，为国鞠躬尽瘁，但忠良就落得个这种下场吗？凌天明咎由自取，死不足惜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打进天牢。我真是没用，还有让你这样。不是的，你别这样，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你，还有徐老全家，他与我爹是至交，若是事情全部暴露，你知道会有怎样的后果吗？不能有人再因为我和凌家流血了，况且幽城已时日不多，你是要用人的呀。我知道，这时候我们本应该在洞房花烛，计划里是没有这一集啊。对不起，不怪你，我有种感觉，那个人一定是老鬼兵的人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查清楚。我要和你一起找到那个名单，把老鬼兵给挖出来。你放心，保证我做了安排，鬼兵的人进不来这里。我连累你了，我想喝酒。你去拿两杯酒好不好？东方花烛夜是要喝交杯酒的。喝了这杯酒，我便是你的娘子了。我只要活着，你便不能负我。我是死了，你就再找一个好姑娘娶了她，做一个明君，好好对着天下苍生。云哥，我不会负你，等我，我发誓要把你救出去。我说过，没有你的天下，我宁可不要。你别忘了，我们还要一起找到那个名单，还天下清白。我没有，至少你要记得别做傻事。
好，我答应你。鬼叫什么？吓死老子了！值个夜班还不让老子睡踏实？别话了，你该不会以为太子殿下会来救你吧？他一定会来的。太子殿下早就有新欢了，他还会在乎你？你什么意思？哎，本来是不想告诉你的，看你这么痴心，也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吧。半个月前，殿下早就和西昭国进献的韩姑娘定了亲，正忙着大婚呢。跟你说实话吧，陛下身体虚弱，这太子爷转眼就要登基，人家日理万机，又有美人傍身，哪有空理你？哎，可惜了。不会的，他说过不会负我的。凌云哥，真是谢谢你呀，你帮着殿下走完了至尊之路。可是今后陪在他身边的是我，不是你呢。而你终究不过是枚弃子，只能被殿下物尽其用。谢谢太子殿下。不用与本宫如此客气，本宫只希望刚刚的话你能好好考虑一下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若是爹爹同意，臣女定不会多说什么的。臣女先告退。殿下不好了，他跑了。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刚刚。巡夜的狱卒已经死了，那应该没跑远，封锁宫门，没我允许，一只苍蝇都不要放出去，一定要把他抓回来。谁？谁在那？来人，跟我去追。站住！转过来。你是云哥？叔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领帅此前，托人将我送进了禁军。我听说你跑了出来，我就一直在找你。你赶紧走吧，这边没人。叔父可知我爹临死前最后去的地方是哪？幽州。他说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很久才会回来。谢叔父，云哥告辞。丫头，你要好好的活下去，为了你爹，为了林家。大爷，哎，大爷，您没事吧？哎，人老了，上岁数了，腿脚不灵活了。谢谢小伙子，好人好报，好人好报。哎，老板，结账。来嘞。客官，你吃好了？多少钱？总共10两。客官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您没带钱吧？老板，我钱丢了，过两天给您送来行吗？
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最近呢，本店做活动，对于吃白食呢，还可以免费做筋骨按摩一套。我来一套，阿彪。老板，我不是吃白食的，我一定会把钱给你送来的。我警告你，前方高能哦。哎呀，哎呀，老大你终于来了，替小的做主啊！哎呀呀，我的家具呀、啊，我的碗筷呀、啊！老于啊，放心吧，敢在我们玄锦帮地盘上撒野，我替你呀、啊、好好教训教训这小子。钱袋被偷了，喂，能不能换个有创意的理由？我真的是刚进城门的时候扶了一个老乞丐，钱袋就被偷了。又是老葛头啊，看来赶明儿得多收他点保护费了。那个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身手不错呀，我看你是个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呀，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玄锦帮？不好意思，没兴趣，还了你的钱我就走了。好啊，我给你算算，那个饭钱加上误工费和你打坏东西的钱一共是52两7钱，我们替你垫了，还钱。那个，您刚才说的那个帮会我非常感兴趣，您再仔细说说。早这样还用费那些事儿啊，我们玄锦帮是幽州第一大帮会，工资高，待遇好，上升空间大，就是没五险一金和社保。你能不能说重点？每个月工资呢是500文，外加收保护费的提成，正好啊方便你四处走走打听消息，收得好呢二当家给你做，保你走上人生巅峰，迎娶白富美。好，我加入，行了吧？收够了保护费，我就把钱还你，松绑。那个欧阳帮主，有关这个二当家的事儿，我还得跟您请教请教。您坐。哦呦，哇！今天是你第一天收保护费，弟兄们等你好消息啊！看我怎么一天。
哎，客官，你们要开点什么，买点什么呀？我是来收，我来看看脂粉。哦，是送心上人的吧？这个正合适，金肤矿物脂粉，光滑细腻不卡粉。啊，那个。哦，这个也可以，最近在做活动，价格绝对划算。啊，那个其实……哎，其实什么呀？其实啊，女孩子不是让你买多么多么贵重的东西，他们只是让你感觉到你的心意就可以。子曾经约过，其实我来收保护费的。快来人呐，有人来收保护费了！快来人呐，有人来收保护费了！是谁收保护费？骂死那个龟孙！人呢？跑哪去了？敢让我们这儿来收保护费？谁收保护费？打死你们龟孙！嘘，我跟你说，他们没有走远，不要说话。流氓！可算跑回来了。哎，你刚刚为什么打我？谁让你轻浮我的？轻浮？拜托老铁，你要不要这么娘啊？闭嘴。哎，谁说的收不来保护费就给我跳舞？那个什么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。哎，你可不能反悔。我又不是君。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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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。你干嘛？我不叫你跳个舞吗？你不至于杀人灭口吧？你别误会，跳舞我不会。给你五个剑吧。好，好。林家剑法，你怎么知道？哼，这你就孤陋寡闻了吧？我们玄景帮啊，素来与林大将军那是有着渊源。早年啊，跟着林大将军四处征战，那也是立下了赫赫战功。就你这身手，还跟过林家军呢？我虽然武功不好，但是我机智啊。想当年啊，我还亲眼见过林大将军表演这林家剑。哎，话说你是谁？你怎么会这套剑法？我爹是林将军的副将，林将军交给我爹，我爹又交给我。林家蒙难后，我爹娘又受了牵连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有意要提这件事的。不过我真的为林大将军打抱不平，你说圣上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连林将军这样的忠义之士他都杀了。你不怕被人听见啊？听见又如何？我欧阳醉虽然是个贪财好色、一生正气的俗人，但是非曲直、善恶黑白，我还是分得清的。最近听说圣上又要把云将军给处死，连太子都跟着一起犯浑。真让天下人寒心呐、啊！我以前啊，还想像林大将军一样学习武艺，报效朝廷。现在看来呀、朝廷的算个……干了。这好像我的酒。佳儿，宫里不比你们西招，虽然外面暑气上重，屋里却时有寒凉。你前阵子风寒刚好，切不可再贪凉了，要多注意身子才行。谢殿下关心，殿下要照顾陛下的病，要操持朝政。
还要顾及臣妾的病，臣妾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娇儿说的是哪里话？你在本宫心里最重要，这病在你身，疼在我心啊。能和殿下在一起，乃是妾身的福分，妾身怎么舍得让殿下心疼呢？对了，那个醉拳织女抓到了吗？这凌云哥向来行迹不定，本宫已经张榜天下，全力通缉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将他找到，然后绳之以法。希望能早日将他抓住，也好了结陛下和殿下的一桩心事啊。臣妾多问一句，殿下当真舍得吗？凌天明顶撞父皇，致使父皇病重，凌云哥用邪术改换面容接近本宫，妄图枉我设计，皆都是罪该万死之人，谈不上什么舍得不舍得。本宫乃一国太子，若有人对我北辰别有居心，心存歹意，即便是曾与本宫有情之人，本宫也定不会放过。以公灭私，铭记永怀，殿下将来定是心怀天下苍生的英主呢。可殿下还要去前庭商议政务，臣妾就不多打扰了，先行告退。不爱的，本宫还想再多陪会儿娇儿。殿下快去吧，要是耽误了朝政，该有人说是妾身的不是了。殿下，怎么样，找到他了吗？他女扮男装去了幽州。幽州？难道名单在那儿？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名单，把他带回来。遵命。殿下，娇儿何时如此慌张？由他一说，陛下他吐血了。铁子，北辰宇这个西招那是战事连连，经济呀、持续走低，生存压力加重，生活挑战增加，是时候为自己购置一份保障了。我们选锦帮今天向大家推出我们新推出的套餐，生存挑战防身符，原价需要9998，现价只需要98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只需要跑的挺快呀。还我钱。救命啊，有人欺负老人了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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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，少侠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这钱让我给花了。不过呢，哦对，我这有把水壶，你看一下，既能盛水，能盛酒，能值几个钱，我把它抵给你，怎么样？哎呦，这谁呀？怎么又踢我一脚？陆叔父，陆叔父，陆叔父！找你半天了，要不是弟兄们说。老陆，老陆，老陆，你怎么了？老陆，我刚才过来的时候听见有声响，追过来的时候发现已经有人翻窗跑了。是不是你干的？你看清楚，他中的是箭。我什么都没拿。那你为什么在这儿？说。我听我爹说，林将军是因为鬼兵而死。我来找林将军留在这里的鬼兵名单，为林将军报仇。谁告诉你名单在这儿的？那天的那个老乞丐说林将军死前来过这里，我就猜。别说了，跟我走一趟。去哪儿？就这点儿，你们是守捉狼？我们可不是那种替人卖命的暗杀组织，我们呀是专门给官府提供雇佣兵的。有区别吗？当然了。凌云哥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放下武器是你们唯一的出路。你是凌云哥？林将军的千金凌云哥？闭嘴，我早就该猜到你就是鬼兵，穆云兰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死也不会让你找到名单的。大胆，敢直呼陛下名讳，还敢在这里胡言乱语，妖言惑众。陛下，果然，踩着别人当皇帝的感觉怎么样？凌云哥，朕劝你跟朕走，否则这帮凌家余孽的日子，可没那么好过。你威胁我？对，那个，我能说句话吗？闭嘴，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吗？让他说。反正啊，林老将军已经死了，这北城呢也再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，这挂着羊皮卖狗肉的当着这守捉狼啊，也实在是憋屈。若是这老鬼兵当了皇帝呀，像云将军这样的好人都活不下去的话，那看来我们是一样的。哎呀，把我杀了吧，赶紧的，累。欧阳翠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云将军，恕小的不识泰山。我呀，自小受林将军的恩典，宁愿为你死，也不愿苟活于世。很好，既然你愿意为他而死，那朕就大发慈悲地成全你。且慢。好，我跟你们走。只要你放了他们。好。